续续拔。零一险七两五零二阎王照教。零三阴间路上零四奈何桥中。零五地狱门内零六参见判官。零七阎王大殿零八阎君大悦。零九王室还魂时脱身未难。十一任回前世十二一家团聚。十三二世修行十四合家升天。十五二十首诗。家家家王氏与六千八百。时间汉文帝刘恒公元前一百七十九 till 的一百五十七。地点曹州南华县。主角王氏张俊达。首版清朝光绪念九年公元一千九百零三。晋版不详。作者不详。公务欢迎翻版斜线复制斜线修正。容量二十三 K。加。目录寻找代号零。标示反白暗望远镜按 Enter 钮。零零 A 序。零零一贤妻良母。零零二阎王照教。零零三阴间路上。零零四奈何桥中。零零五地狱门内。零零六参见判官。零零七阎王大殿。零零八阎君大悦。零零九王氏还魂。零一零脱身未难。零一一任回前世。零一二一家团聚。零一三二世修行。零一四合家升天。零一五二十首诗。零零 C 拔。家家家回。零零 A 序。古来著作之书，虽善无真，无真弗信。是今也，如何谓真？盖取其信而有真也。愚必焉目之，朝夕不辍，录之又抄，日夜无停，腾之又写，习乎没有头绪。要以莫之来宗，是欲无同山人，见于抄写之情，腾录之苦，乃喟然而叹曰：王氏与真经，我藏之久矣。一方善性男女向吾讨取借看者，不知凡几，皆曰：是经也。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触动人之孝念。先生何不及翻版刻之？彼的远近，便传家喻户晓，化形俗美，可以省抄录之苦，免誊写之劳，惠而不费，简而不繁。其有益于人心者，其切解也。原命子述其缘由，余再三推辞不能，亦只得献拙，勉强而为之序。光绪念九年七月七日，余兰教会嘉琪协献桃园首拙宣述传，并书家。家家零零一贤妻良母回王氏与真经父系天来母系地忤逆父母烧圣香七岁念经到十八十九良媒嫁赵郎
嫁的赵郎十三载，生男一个女一双，娇姑半姑八九岁，三岁孩儿长寿郎。廷芳丈夫不信善，每日宰猪百徒刑，每日宰猪二三只，便叫王氏来烧汤，煮的汤水翻翻滚，露杀乌猪白如霜，白刀进入红刀出，令人一见痛心肠。王氏看见肝肠断，别寻买卖弃徒刑，终日宰猪亦有罪，苦劝丈夫赵廷芳，百般生理都好做，如何宰猪并杀羊，别样买卖寻歇做，免得因私说短长。廷芳就把姜言答，贤妻说话不思量，每日三餐盐菜米，人情门户及钱粮，一年三百六十日，脚穿花鞋要几双。王氏你身亦有罪，周身穿着好衣裳，生男育女皆有罪，不知污秽几盆汤，污血落地冲的腐，触犯阴私与阎王，三朝未满去除下，触犯造君奏玉皇，一月未满去丹水，河中触犯海龙王，失处喜来干处晒，犯上日月与星光。王氏跪下将言答，夫君听我说言章，果然般般都是罪，夫妻二人分开房。廷芳回首将言答，贤妻任你做主张。王氏回转房中去，香汤沐浴换衣裳，罗裙绣鞋都脱了，钗环首饰柜中藏，蓝衣布裙穿一件，通身装扮到姑娘，善心一发天地动，护法金刚在两傍，听经童子分左右，迦蓝土地在中央，念北京文字字阵，惊动阎王宝殿堂，零零二阎王召教，回阎王开口传下问，判官跪下说言章。阳间曹州南华县，清平乡里赵家庄，兼本座门有一善心王氏女，七岁持斋念金刚，佛堂香灯常不熄，夜间常念到天光，阎君听得心欢喜，便差引魂童一双，你去曹州南华县，清平乡里赵家庄，有一善心王氏女，请到地府讲金刚。仙童二人心中想，如何取得念经娘，便做阳间二童子，进入看经拜佛堂。王氏看见姜言问，你是谁家童一双，我今闲事都无管，有事东房问赵郎。仙童二人姜言答，念经娘子听言章，不是阳间二童子，我是阴司差尾郎，只因你生看经典，请到阴司讲金刚。王氏又把姜言答，仙童听我说言章，我有一男和二女，孩儿幼小怎离娘，今只银钱烧与你，
烦恼童子奏阎王，等的儿女年长大，即使我死有何妨？青衣童子将言答，善亲娘子听言章，娘本作童，今只银钱买的命，贫者先亡，富者偿。一个时辰去迟了，四十铁棍你承当，王氏一时无可奈，说之青衣童子郎，你在此间相等候，我去东房辞赵郎。王氏眼中双流泪，夫君听我说言章，今日佛堂看经卷，忽见青衣童二郎，阎王开别来请我，请我因思讲金刚，即时就要归阴府，特来辞谢我夫郎。廷芳听说痴呆了，浑身冷汗湿衣裳，夫妻二人高声哭，犹如刀割痛心肠。日落西山还有转，只有死路无回阳。夫妻二人分别早，前身烧了短头香，丢下儿女无依靠，叫他安身在何方？王氏哭对夫君说，叮咛言语记胸膛，我生儿女多辛苦，你娶一个后妻房，四十以上娶一个，四十以下莫思量，无男无女方可娶，有男有女两条长，左右儿女受凄惨，亲生儿女锦衣裳。廷芳听得肝肠断，眼中流泪落汪汪，辞别丈夫赵郎去，嘱咐孩儿女一双，第一要学针和纸，针想才补做衣裳，长大成人守本分，敬奉翁姑孝顺娘。我儿长大功书史，显祖荣宗达地乡，姐妹三人要和顺，你爷一定娶后娘，娶的后娘要孝顺，后娘不比你亲娘。扫地先扫娘房内，莫扫成灰污娘房，高声叫你低声应，切莫忤逆犯后娘。莫去西家说长短，莫去东家说短长，闲言莫对你爷说，说之你爷犯后娘，爷打后娘浪打你，翻来覆去你承当，莫与后娘硬口举，小心忍耐过时光，娇姑扮姑哀哀哭，长寿孩儿也哭娘，便叫孩儿食饱乳，再三嘱咐我赵郎，我去阴司难回转，此乳便是慈娘汤，嘱咐孩儿方脱了，又辞邻舍及亲房，千人见了千人哭，万人见了断肝肠，尊卑大小都辞了，拜别祖宗香火堂。我今辞别归阴去，炉前免忘我烧香，便把毛毫笔一管，左写青书字二行，家住曹州南华县清平乡里赵家庄，上写看今王氏女三十二岁生早亡，娇姑扮姑难长寿，丈夫名叫赵廷芳，厨房东边土墙内，埋金三卷在中央。
廷芳丈夫疑不幸，刘卫后验任夫郎，仙童等的心烦躁，催迫娘子见阎王。王氏一时无可奈，登时死去在高床，死去现身王氏女，哭叫孩儿女一双，丈夫两泪高声哭，高声大哭痛断肠，请僧忏拜修斋教，超度看经王氏娘。廷芳回头自思想，人生犹如梦一场，世人再生未佳绩，死去空手见阎王。吾今杀戮处生命，因思罪苦自承当，死了王氏我不娶，从此亦不杀猪羊。父子耕读守本分，烧香拜佛念金刚。廷芳往日是屠户，今日看经向佛堂，阳间早行方便事，莫等临时发善心。不论一品三公位，那怕朝改及帝王。倘若犯了黄天律，与民同罪一样当，良田大屋都拆散，金香钱柜那里存？阳间日子容易过，阴司难免食言君。奉劝人家大小娘，早对佛前好烧香。不信但看王氏女，七岁持斋念金刚，小小孩童好修行，小心念佛有原因。龙女七岁方成道，至今南海拜观音。莫说孩童不成道，善财童子是何人？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天地三曹是人长，积功立德修来因。观音本是庄王女，看破红尘苦修真。阴间路上回，莫说斋教做完了，且说善女王氏娘。王氏跟随仙童去，心中悲切好凄惶。行路如同风样快，不觉来到望乡台。望蒋儿女披麻笑，六亲九眷尽悲伤。娇姑半姑哀哀哭，长寿孩儿也哭娘。父子四人痴迷了，王氏一剑断肝肠。王氏及时将言问，说与青衣童子郎，今只银钱烧与你，早早放我转回阳。青衣童子将言答，善心娘子听言章，阴司如肯买放去，帝皇年寿与天长。今只银钱买的命，贫者先亡富者偿。过了望乡台又去，忽觉来到破前山。来到破前山上望，破前山下好凄惶。雪下纷纷头上打，风吹脚下冷难当。王氏见了将言问，仙童及时答言章，竟是阳间烧化纸，来到仙山不成章。阴魂皆去魔所用，将来积在破前山。奉劝世间善男女，未曾烧过莫挑伤。王氏又跟仙童去，
行来又到孟婆庄，孟婆一见吴香达，善亲娘子吃茶汤，仙童叫他不可吃，吃了此茶难回阳，不是阳间清水茶，阴府迷人魂魄汤，念经拜佛人不吃，食了之时尽消亡，王氏不时往前去，心中只纪念金刚四大天王来保护，孟婆庄上放豪光，王氏又跟仙童往，仙童说与念金娘，你念金刚经一卷，才过前头恶狗岗，说话一声犹未了，果有恶狗似豺狼，百裂一般如虎豹，两眼张开放豪光，一狗身起如雷响，见其来时遂胆寒，王氏见了心中怕，口里独是念金刚，感动金刚来拥护，恶犬一看走茫茫，王氏过了恶狗山，眼中流泪落汪汪。家仙童曰：念经娘子，你过望乡台，破前岗，卖茶庄，但人过山都要吃，你不吃，记得阴司分明事。又到恶狗山，恶狗纷纷要走前面，又有金银二桥，阳间天子宰相方能过得，又有奈何桥一座，阳间造罪之人，不敬天地，不信仙佛，不信阴司，不敬父母，杀害生命，抛散五谷，损人利己，此等之人过不得，有守桥恶鬼，一铁了了落水中，罪孽小者送出小狱，造孽多者送入大狱中，积食热铁可饮融通，受罪已满，才化畜生，以肉供人，用命还债，被刀害命，苦死遭汤火之灾。先在阳间，日前斋僧布施，持斋念佛，戒杀放生，广修善果者，后世生于富贵，聪明正常享安乐。若是女人的臣男子，在生之时不信三宝，不修功德，不肯施舍，不行方便，造罪至多，后世生于贫贱，喑哑耳聋，疾病缠身，粗鄙丑陋，受此苦报。家奈何桥中，回仙童说罢前后拥，兼并王氏在中行。王氏抬头来一看，忽见金光照分明，果然金桥真空见，桥边桥面是黄金，桥上金炉高七尺，香烟直上九霄云。王氏便把江言问，此座金桥甚是阴？仙童见问江言答，阳间天子此中行。王氏又跟仙童去，一座银桥要月明，桥梁桥柱银装旧，
桥中尽是雪花银。王氏一见将言问，此座银桥改圣人。仙童即便将言答，青莲宰相任渠行。王氏又跟仙童去，铁桥一座好光明。桥梁桥柱都是铁，满桥尽是铁装成。桥上铁炉高五尺，陈坛将素满炉香。王氏见了将言问，桥中往来系何人？仙童随便将言答，都是看经不识人。王氏又跟仙童去，有座木桥更惊人，长有万丈高千尺，桥板看来一寸零，又无栏杆来扶手，虽然眼见不知名。仙童听说将言道，此桥出在妙沙经，此事奈何桥一座，专等阳间造恶人。最轻之人过得去，最重落下奈何心，奈何犯人如沙数。七皇哀哭好伤心，又有铜蛇和铁狗，身中咬得血淋淋，爬得上岸来受苦。小鬼拿来秤过斤，有罪之人秤得重，无罪之人秤得轻。秤得轻人无形障，秤得重时不饶人。上一斤重四十棍，依旧压回奈何心。要定阳间行善恶，又将灭尽照分明。忤逆父母有大罪，因私恶不助他名。父母深深不敬重，奈何受苦罪难当。王氏总记阳间事，果然因私不容情。慈心好将金刚念，感动观音大士神。念到通化第十九，奈何受罪减三分。看见罪人叩头谢，多得看经念佛人。我在阳间少修行，今在奈何受苦心。酒和肉山都不见，单单只见业随身。良田万顷何方去，金银珠宝那里寻。有子有孙替不得，自言当初造孽深。金玉如山买不得，何年何日的超生。布施斋僧全不信，置田买屋与儿孙。阳间在世不肯死，谁知空手见阎君。休唱奈何人吃苦，且唱看经念佛人。零零四地狱门内。回王氏又跟仙童去，引到寒冰地狱门，两遍寒冰都是雪，风冷飘飘入骨心。醉人怕冷身无靠，夜间又把水来淋。王氏看见冰寒玉，问取此罪为何因。仙童及时将言答，都系阳间造恶人，偷人物件偷牛马，又使铜银哄骗人。与短换长轻换重，怨天恨的咒神明。受罪完满方出狱，后来脱化畜生身，披毛宰角完了债，又化盲聋喑哑人。因本作因，王氏又随仙童去，又到拔舌地狱门，
将人缚在铁柱上，不论男女老少人，勾出舌尖长五寸，铁钳夹住舌尖根。王氏看见双流泪，仙童说与善人听，孝人念经并拜佛，破人斋教棒修行，说长道短举人恶，破人买卖破婚姻，两舌便起人相斗，假意中间做好人，阳间凡事瞒得过，谁知空中有神明，亏心折寿归明路，进入阴司受苦心，受罪已满方脱化，投身贫贱丑陋人。王氏又跟仙童去，引到货汤地狱门，火滚油汤荡不得，四遍烟火热腾腾，牛头马面两遍立，夜叉小鬼分两旁，铜钩铁叉拿在手，一叉叉过火汤烹，皮肉见汤皆嚼烂，只见白骨又无筋。仙童说与善人听，此人在世造恶身，男人阳间爱杀生，广杀猪羊鸡鸭鹅，阴府斑斑来讨命，造恶阴间受苦心。王氏又跟仙童去，引到灰河地狱门，一条河内都无水，满河火灰焰腾腾，夜叉铁棒前来赶，罪人男女走无门，高声啼立灰河内，死了生来生又死，夜风吹起又还魂。王氏见了将言问，此等罪人为甚因？仙童便把将言答，此是阳间造罪人，是恶骗人受苦心，刮削贫人罪不轻，暗计凭空害良善，因私受罪用此刑，受罪完满方脱化，六道轮回又转身，与肉工人玩债满，身作贫穷下贱人。王氏又跟仙童去，引到黑暗地狱门，黑暗地狱长如夜，对面言谈不见人，口干渴饮铜之水，饥餐铁签过时辰。王氏见此将言问，仙童说与善人知，破人家财伤人命，刀山阴黑苦难当，阳间造孽阴私受，死来受罪亦悲轻，大秤买来小秤卖，一本作布，大豆小秤去瞒人，家财万般拿不去，如今只有孽随身，受苦闷时方出狱，脱化贫贱疾病人。仙童又来将言道，善心娘子听言音，非是因私尽受苦，也有逍遥快乐人。一阵香风吹过去，笙箫鼓乐响盈盈，身穿绡金白衣服，头戴一顶九华巾，青衣童子前头去，炉中常有好香烧，又见仙庄多富贵，庭中尽是宝妆成。王氏见得将言问，此人快乐是何因？仙童见问将言答，他在阳间修善人，常斋修道济贫苦，
铸雕妆化尊神像，也有一等更好处，或居屋里，或行街，尽习自指圣贤文，低头捡起鸡烧焚，阳间幸受天师怒，城隍的府有他名，应造经书神佛塔，欲修济库福非常，托化为人真富贵，东仓西库有金银，高官大职人清净，五湖四海广扬传，王氏又跟仙童去，引到丹砂地狱门，醉人情情双流泪，何不阳间早修行，马念夜叉持铁棒，牛头小鬼也跟随，监押罪人如杀树，竟是丹砂玉土人，也有丹砂平平歇，夜叉拆棒赶行程，也有丹砂轻与重，人无监押自家行。王氏见说将言问，丹砂也有重和轻，只道阴司无司区，缘何也有两般心。仙童便把将言答，阳间也有玩兽身，全然不玩挑的重，玩了一半担的轻，玩的酷满方快乐，托化阳间受福人。王氏听得神童说，方知是人欠受身。仙童又引娘子去，看见血湖地狱门，广大池塘皆是血，臭气纷纷不可闻，池里蛆虫如杀树，池中竟是咬人身，头戴长枷手戴锁，披头散发好仇人，喉可辨识湖中血，积食蛆虫度日沉，又有铜蛇并铁狗，每日池中咬罪人，娇儿娇女都不见，独在池中受苦心，也有少年多美貌，也有尼姑女道人，爬到岸边上不得，夜叉铁棒又来临。王氏痛哭将言问，血狐受罪为何因，不见一个男子汉，只见女人受苦心。仙童见问将言答，说与念经娘子听，此罪无干男子事，都是女子产后因，生男多时多受苦，生子少时少受刑，阳间不信血葫芦，阴司难免血葫汤，又有多厌生女子，水盆浸死罪更深，孝顺儿女念母苦，报答母亲产后因，念经时斋通阴符，解散冤魂的托身，血狐池中祥光现，三魂七魄的超生。王氏又跟仙童去，引到阿鼻地狱门，犯人竟是僧和道，青石未加重百斤，小鬼铁棒时时打，夜叉叉入火龙针，王氏何拿哀哀怜，僧道缘何受苦心。仙童便把将言答，都是破斋犯戒人，不念经文不礼佛，生着绫罗包裹身，葱蒜五辛全不戒，宰杀生灵害众生，饮酒食肉看经卷，自言差额句不真，
人间请去做斋教，多取他人金供银。若见少年容貌富，没来也去起淫心，或修寺观装佛像，挂名造物化人淫，只管目前贪快乐，枉作仙家僧道人。岂料无常时迅速，百年命尽复归因，死去因思罪业重，压入阿鼻受苦心，看尽因思诸地狱。神童又引善心人，仙童说与娘子听。006参见判官，回引见吴司长判官，王氏一见忙合掌，问渠阳间贫妇人，你今掌判阴间事，为何轻重不均心？也有家富多财宝，家人奴婢乱纷纷，若有凉亭寒有阁，四时罗缎不离身，富贵之家真快乐，贫者为何彻骨贫？中朝奔走多劳碌，肩挑背负度光阴，衣不遮行食不饱，为何贫富不均贫？判官听罢将言答，善心娘子听言章，我今执掌阴司部，善恶不上不容人，阳间积善助他善，造恶不上助恶名，广修布施助富贵，兼贪不舍助他贫，恩师度修桥路，斋僧布施舍金银，枕安装佛舍田地，世事荣华不受贫，有趣施舍中何故？来生千里有名声，或施茶食或舍药，写他寿数的长生，广施山坟病的墓，子孙发达福增荣，舍了出家多福寿，九玄七祖的超生，供佛斋僧礼三宝，善恶分明福不清，作恶投生多下贱，诸般疾病不离身，奴婢使唤恶果报，作见来世受孤贫，有等瞎误吃银子，前身用计暗伤人，口甜心苦同水灌，众家困了黑心人，要求功名习自止，要求长寿放生灵，劝人修善助福禄，说人造恶助恶因，如问今世贫贱者，皆是前生不善人。王氏听说判官助，果然善恶甚分明，杨氏焉能知有报，只因快乐过朝臣，富贵有钱不肯施，贫穷想舍又无钱，阳间有事书如往的府无私不露真，奉劝世间男共女，富贵贫穷自修因，富舍十贯都易得，贫舍一文当一千，布施自有神明佑，福报毫厘住得清，叹说一生犹未了，殿前铁马响叮当。王氏举目来观看，007阎王大殿，回又见阎王大殿前，金童玉女来接引，直翻鬼足乱纷纷，常翻面上书文字，迎接看经念佛人。
二十四思两遍历，真眉怒目好惊人，铜堆铁叉拿在手，金刀玉斧白如银，乌纱紫袍两旁立，阎王坐在殿中心，琉璃殿上毫光现，金如一柱宝香焚，王氏拿起素珠念，口中念佛放毫光，阎王一剑将身起，夜叉小鬼两遍分，王氏近前端素拜，二十四拜见阎王，阎王开口将言问，逐一从头说我闻，王氏俯伏将言诉，愿王圣上听言章，七岁持斋礼拜佛，年登十九嫁夫君，前世不肯广施舍，今生依旧是贫人，要舍又无银钱施，每日看经过日程，劝得丈夫心向善，大王召我速来临。阎王听说心中喜，便问王氏念经音，每日所念金刚经，你讲金刚我听闻，那字起头那字止，有剩二个在中间。王氏见问将言说，从头一二说分明，如字起头行字止，何单二字在中心，今有五千四八字，十万八点有余零，总计八十一个佛，五十一个世尊身，八十五个如来佛，四十一个菩提心，一百三十八菩提，三六善男性女人，三十八个何以故，还有三十六众生，如意云何三十一，如有三十八分明，阿耨多罗二十九，二十不施不分清，更有十八个福德，八庄严十二微尘，十三恒河沙数佛，八个功德十非常，七个三千大世界，八波罗蜜在经文，三十二相有八人，七个俱寂四仙人。王氏讲了经一卷，零零八言君大悦，回讲解金刚甚分明，阎王听得心中喜，阳间少有此佳人，主父两般文共舞，秀敦赐作念经文，念到通话第十九，毫光殿上放光明，东变狼助西变利，西变狼助东变行，阎君殿上乱纷纷，文武同僚皆进京，阿鼻地狱都震动，重罪之人减了刑，阎君见了金功大，放回还阳归本身家。阎君曰，娘子你看经念佛，有感动天庭，惊动众神，听经童子赖舍地狱等，应皆蒙舍，六畜四生，臣此超化，又叫判官将善恶部查看王氏功德罪过，判官查奏说恶部并无罪过，善部有名，功德浩大，不施斋僧，盘头米粮不缺。阎君大悦，再叫判官
查看王室布施米粮多少。判官奏曰：共施八十有余，该住阳间受禄，米八千担。王氏曰：善哉，我看今功德虽大，恐产有男女，何拿血壶之罪？阎君曰：但子念经闻得善果，免受其罪，人家福禄，释放还魂，再享阳间之富贵。王氏听得叩头谢恩，感得许我还魂，今已七日，转回阳间，先同引王氏还魂，直至坟前请醒，大叫王氏还魂请苏转来。加009王氏还魂回，开声大哭我夫郎，叫声赵郎病长寿，叫声不觉到天光，庭芳耳边忽听得，当时吓得胆飞扬，我不作见你男女，莫来吓着你夫郎。王氏见身埋葬了，男生魂魄转还阳，只得人回阴府去，又进阎王宝殿堂。王氏跪在金殿告，向前便跪告阎君。阎君见说问娘子：我许你魂去转阳，因何又到无殿内？谁人阻你说言章？王氏俯伏哀声告：赶王放我返回阳。苏醒之时关中叫，哀哀惊动我夫郎，必定我夫心中怕，不开坟墓见三光，赵郎只当我是鬼。010脱身未难回，无想放我转回阳。阎王听我如此诉，金口嘱咐王氏娘，盼你脱身为男子，与你福禄寿名长。王氏听得心中喜，重重礼拜谢阎王，复望我望听奴奏，容奴起奏九言章。造恶之家我不去，杀生害命罪难当，积善之家派我去，看经念佛过时光。善不判官便奏上，愿王圣上听言章。闻得西南孟河县，东关城内在城隍，斋僧布施张员外，此家富贵广田庄，生得四子都豪富，只欠一位贵儿郎。阎王听了依他说：住上荣华寿命长，善不判官亲吩咐，先同仙女听言章。王氏写写两行字：32岁见阎王，看经念佛多因果，女化为男富贵郎，助他曹州为太守。左胁现出字两行，厨中寻出经三卷，任夫任子任家乡，先同仙女依言命，就待王氏转城忙，引得王氏真魂魄，员外家中去脱身。员外夫人的一梦，梦见鲜花口里装，从此夫人怀六甲，春去夏来秋又忙，看看十月孕将满，房中生下一儿郎。
降下一子在榜中，眉清目秀貌堂堂，一朝报出安民字，礼拜香火祖先堂，取名便叫张有喜。长成七岁习文章，先生取名张俊达，聪明智慧甚非常，文艺知识通古今，四端五常有纪纲。俊达因勤工书卷，吾曾一日出书房，光阴似箭香吹散，兔走乌飞日夜忙。看见长成年十八，五金六律肚中藏。莫唱俊达公书卷，且唱朝中有道王。文官武将两班立，汉文皇帝开金口。两班文武听言章，今年正式开金科，可开皇榜选才郎。榜发各州府县去，天下才子赴科场。俊达登堂辞父母，收拾情书便起行。去一里时赶一里，行一程来又一程。看看又到东城里，远望离城皆汉云。俊达便入城中去，果然世界景乾坤。吏部开门投了卷，粮食即日选状元。俊达整顿文房榜，文字三场赛过人。将卷放在金瓯内，焚香告祝四方神。汉文皇帝御手取，正是俊达是头名。年方十八取金科，天下才貌正非常。才本作才，君王赐诏封官职，赐他知府管万民。俊达受了高官位，二十四拜谢皇恩。俊达接了王敕命，到任曹州管万民，检定粮食并即日迎接夫马快如云。在路行程将半月，路上看见一孤坟，碑写看今王氏女，往来上下远传名。府县官员迎远接，一层如道乱纷纷。彩旗鼓乐惊天地，连天火炮似雷声。俊达到任曹州府，二州十县管人民。到任为官清廉级，市民如子万民亲。看见道人有一载，年华似箭日夜行。春光美景将归去，夏日炎热暑酷刑。太守一日无别事，炎暑热时要洗身，沐浴洗时将身看，果然出现字分明。俊达看见左胁上字字分明写得真，回零一一任回前世，上写曹州南华县清平庄里赵家门。前世看今王氏女，三十二岁见阎君，生得一男和二女，娇姑半姑长寿男，婚配丈夫赵廷芳。埋金三卷在厨心，厨房南便泥墙内，果然挖出是虚心。太守看见痴呆了，即问手下老年人，近处系有人姓赵，名叫廷芳，系氏真。一一从头说我知，
差人跪下忙答应。离城三里赵家门，廷芳少年系屠户，故妻王氏念经文，太守闻得心中喜，差人快去请他临。廷芳一见差人到，公差不时到家庭，差人言说张太府，府中请你问言因。廷芳当时心惊怕，不是违条犯法人，好像佛前许斋愿，是不是祸赖神明？差人快快忙去催，廷芳无奈也同行，及时来到曹州府。差人禀上老爷听，太守开言免下跪，便问当初王氏因。廷芳见问从头说，一一言辞说得真。太守有问廷芳道，后堂共你细说因。二人同入后堂里，太守将言说你听，我是你妻王氏女，32岁见阎王，生得一男并二女，丈夫姓赵廷芳生，住在曹州南华县清平乡李氏家门。廷芳听得心中怕，半个时辰不出声。太守又乃将言说，廷芳听我说言因，不信解衣你且看，左胁有字甚分明。廷芳见字双流泪，话不虚言果是真。18年分离别，犹如枯木再逢春。太守又乃将言说，上有男女共三人，娇姑半姑嫁何处，长寿孩儿作何业。廷芳见问男和女，从头一一说分明。娇姑嫁在张家屋，半姑嫁在单家门，长寿男儿年20，出生耕种过时光。廷芳说言太守听，果然修缮不亏人，自你去后我斋戒，看经念佛到如今。太守说之廷芳听，我今同你到家庭，墙中橱内还有记，埋经三卷在中心，同去家庭寻取经，挖开来看是未真。太守同到赵家庄，随即下轿入厨房，果然挖出经三卷，果然显现放毫光。诸君皆来邻里看，大家见了好惊心。经中上写王氏女32岁见阎王，一别丈夫赵郎念，二别娇女一双人，三别孩儿难长寿。回012一家团聚，娇姑半姑嚎嚎哭。18改转家庭，长寿眼泪纷纷落，此事我娘复回身，怎知墙里有经卷，今在曹州卫知府，四品太守任凭人。赵郎便叫男和女姐妹三人拜娘亲，四人见面高声哭，娘儿哭得好伤心。一家聚会喜欢了，安排人马看坟茔，老幼乡民千千万，跟随坟堂看事因。太守看见心中喜，
眼中不住泪纷纷，不见前世还不信，挖开坟墓见虚真，埋了至今十八载，花容不改半毫分，太守皆依江声看，左鞋字样一般同，人人看见痴呆了，这场因果便分明，世间少有稀奇事，看经念佛报应真，诵经念佛由天护，阎王恭敬念经人，自此曹州并实现，家家百姓念经文。太守看罢回牙转，细想金刚功力深，就修法事三日夜，答谢三光四福神。太守一日心欢喜，我爱回家辞二亲，辞别亭芳男共女，个人辞别乱纷纷，满城所属官员送，解缆开船便顺风，登山涉水修谈论，不分星夜到家庭，四位长兄来迎接，诸亲大小进来迎，太守登路回家去，登时下轿到听心，礼拜祠堂家先祖，又拜爹娘伯叔亲，三拜哥哥和嫂嫂，诸亲贺礼到来临，拜罢太守将言说，从头一二说言因。家太守曰：福托父母伯叔兄嫂洪福，得中头名，恩受曹州府太守，管二州十县人民。到任之后，忽一日洗浴，在身上一看，左鞋出自两行，字上写道：我前世原系曹州府南华县人，远系女子，嫁夫赵廷芳，本身忘事，看经念佛，至三十二岁见阎王，者仙童召接我，去到阴司，念《金刚经》，念本作对，果然一字不差，见我功德浩大。往曰：善哉，善哉，完成送我阳间，托化男子。今有男子赵廷芳，现在亦长寿，女娇姑伴姑二人，除埋金刚经有三卷，果然挖出，念到头尾，一字不差。又开棺一看，见鞋上字两行，分毫不错。我今思念起来，为官者，为家行仗于子民，即作宰相，无常到来也。阎君看见，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回零一三二世修行，我心不愿为官，只要修行，将黄金二百两呆奉父母，答谢群劳伯叔，各座位一两，哥嫂各奉银十两，以酬手足之情，旧日念辞官修行。张员外曰：孩儿今日亦定了亲，同州府昆山县刘员外之女为妻，则良辰即日完娶。太守道：我不愿娶妻，只有入山修行，
方免轮回之苦。如是迷昧，亦失人生，万劫难复任。此女子另配官宦人家，她如心不愿嫁，只可在家斋僧布施，看经念佛修行。岁事高后，刘小姐也有善根，本有智慧，思想念佛，年十九，归阴府引荐阎王。阎王问曰：“你在阳间何时作业？”刘小姐答曰：“持诵金刚，每日不缺。”王曰：“何不念金刚转王是女子世上原本？”王又曰：“你如今死去七日，放你还魂阳间，钟离自卑时上，抄写流传后必成道矣。”家回零一四合家升天，唱声莫唱千金刘家女，见说之府去修行，父母扯住双流泪，如何肯舍二双亲。玉皇见奏张俊达，世事原来都有因，为了城隍本张奏，另取九族上天庭，看看正月十五日，何家大小尽腾云，前生王氏复和睦，成其功力尽超生，庭方改恶从其善，增加福寿有名人。太守父母皆身去，白日腾云是海文，满城百姓都来看，话不虚言，果是真，善心果有神明佑，九玄七祖的超生，功德有分真事验，如何不做善心人。总爱世间男共女，持斋把素要专心，做善到头有报应，造恶定然有祸临。世人修桥并整路，积德应报亦非轻。不信但看王氏女，持斋事迹果然真，后来托化为男子，一家九族尽腾云，编成一本金刚记，奉劝世间信女闻。家零一五二十首诗回叹道诗二十首，世事原来颠倒颠，女转男生中状元，莫道修行无好处，功完九祖尽升天，真常圆满即则故，到处周围难染污，应变随机有万千，坦荡逍遥能独步，妙道虚空见本宗，万书应化不相同，有人悟透真常道，力见三清太上翁，法身体若太虚空，性道原来总一同，只为贪痴离真性，轮回六道四身中，聪明之业会根芽，净土栽培甘露家，精华林玉根诸故，年年常发旧时花，智慧能称精进高，灵台用力出波涛，翻身直上菩提岸，撒手归来明月高，这轮心境本无尘，知未成蒙师本真，知痛止沉静静明无一物，自然现出法王身，
此卷真经只在心，自在宝藏不难寻。猛然捡出无生品，并出明珠要古今。诸佛菩提及此身，非观泥塑与装金。若能静坐回光照，自在逍遥脱世尘。进入崎岖不易行，坦然大道甚欢平。行人直上康庄去，步上灵山道自成。向道归家路不深，知怨单重恐难寻。知痛止，果然收下魂无事。即是灵山佛子心，智慧聪明大不同。在人作用巧施工，达人用会超三界，无至于夫生死中。这条柱杖圆无相，恰与无虚空二样。有人提起透三观，便借邪魔不敢忘。看破红尘便下功，了然洗脱物真空。在他四大多零落，一性圆明指手中。练得心空苦便无，有何生死路崎岖。于今撒手无沾志，做个清闲大丈夫。小小房儿安乐窝，包藏天地与山河。其中有个真仙子，不染欠尘上大罗。造化原来本自然，山河大地一无天。万般景象无穷尽，慧眼观来好世闲。清澈无尘一法身，如莲出水不沾尘。分明月现千江水，千月海同一月明。六根清净万元空，一性圆明称大雄。真体已超三界外，法身不在五行中。对镜无心眼辨明，静观自省见前程。灵光射透长安道，直上蓬莱路上行。今晚回家家家零零 C 八回八。王氏与真经乃出世法则，明阴间因果，即阳间善恶，善恶有赏罚，因果报应。如今日有因，明日有果；今年有因，明年有果；今世有因，明世有果。所谓今世福因前世积，来生功果此生修者是也。此经向日藏切中，秋凉避暑，见而读之，见其辞章形式，语语入人耳目，显而不为，浅而不深，点而不俗，具有显浅点三者之足以令人观看。内明《金刚经》一段，更为世上稀有，即命小童抄写，以便同学诸旅。是欲桃源洞有，见而借看，日夜腾录。余谓之曰：既然如此喜好，不若早离复之，早离印版，供诸世上。化恶为善，化善为先。有云妙妙，余曰玄玄。商之同志，皆蒙许可。
即请桃源洞有续其前，于意即明因果拔其后，前后照应，内外相通，一因结果，至合道同。慈航普渡，老祖遗风，修行学好，八祖超宗，所愿同人，运直觉中，立德立言，更要立功，圣前先佛，道德完隆，西方了手，永不投东。实乃圣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甲午日，梧桐山人，少村氏，拔鱼，同种水仙藏石角之南，王氏女真金丸，回家，家，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庞公宝卷零一首一零二相赞零三家宅零四罗汉零五破戒零六折堕零七放生零八献宝零九祭平十戒带十一驴岩十二排银十三求道十四修道十五家道十六弃宝十七污毁十八淫僧十九毁僧二十度母二十一封僧二十二得道家家家庞公宝卷六千八百一十时间汉朝明帝地点湖广襄阳县主角庞氏一家四口得道故事首版不明近版不明作者不明印赠不明姐妹王氏女六千八百公务欢迎翻版斜线复制斜线修正容量四十千位元组印刷大华永记印刷厂二四八一三五九三香港加加加目录寻找代号零零一 Fiona 零二二零零一首一零零二相赞零零三家宅零零四罗汉零零五破戒零零六折堕零零七放生零零八献宝零零九祭平零一零借贷零一一驴岩零一二排银零一三求道零一四修道零一五家道零一六弃宝零一七污秽零一八淫僧零一九毁僧零二零度母零二一封僧零二二得道家家家回零零一首一欲向昆仑加紧游睁开慧眼认根由菩提境界修持境茅塞徒长速转头回想庞公经入海观心如是迎海愁叮咛学道诸君子好把良因作样修昆仑大会三千年屈指蟠桃已熟完王古安排迎道旅群真打量赴华严有缘仙子天然乐无分凡夫梦里眠引罢琼江朝地阙玉莲稳坐镇遥天家家家回
零零二相赞，仙焚宝香。相赞曰：性觉灵明，既照真常，习迷金物亮堂堂。三宝是慈航，一炷清香，归迷法中王。清香本作性香，庞公宝卷经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的消灾。听同听下同，今日有缘共相会，听后须法善根栽。静听卷内因由是，慢把唠叨家务谈。苦乐顺逆前生定，富贵贫穷天安排。此刻听卷修提起，自然过去福从来。前生不修今生苦，今世不修后世灾。但看卷内因由是，丝毫报应不虚怀。家回零零三家宅，诸位善人静听所讲。庞公宝卷出于汉朝明帝之时，系湖广襄阳府襄阳县人士，姓庞，名运，字道玄，一生好善，持斋法素，买物放生，只生一男一女，长子曰庞呆，次女曰林昭小姐，一家四人，各有善心，慈悲喜舍，争各事。庞公积善心最良，斋僧不施即放生，每日广行方便事，中朝念佛并烧香。何家信善广积德，修桥砌路造演堂。不爱繁华虚假事，不爱势力及猖狂。常思六道轮回苦，不贪口腹生灵伤。这般存心真善汉，为人难得这天良。家回零零四罗汉，不说庞氏全家修善，却说彼国有五百罗汉，思议因果渺茫，究竟如何？同往北海卧桥山下观看地狱情形。五百尊其来到卧桥山中，观音曹，地狱苦，赏罚分明。人死后一灵魂，因曹而进，阴阳界有三官，挂号点名，有判官，知不比，善恶注定，善恶不超与堕，毫法不稳。行善者虽贫穷，厌君清净，万寿行四座位，喜笑相迎。若作恶虽富贵，阎王恼恨，受刑罚也不论。王侯公卿，天堂乐，地狱苦，两条路径，善与恶，乐与苦，自作自成。因观者十殿王，地狱行径，那法度，凶百百，实在害人。有孝顺儿和女，持斋修行，超九玄，八七祖，脱离幽冥，
众罗汉观罢了，地狱情形不思议，因过报复回西京，进过那铁围山西坛之中，忽有人跳出来喊叫救命，众罗汉见此苦，便发慈心，你是谁？落此坑，如何救诊？那人答：我乃是杜康仙人，因造酒坐榻了，罪过非轻，天下人狼藉酒，罪归根宗，如溪水滔滔来，要我饮尽，故哀求众慈尊各饮一巡，各三口，五百人，三五饮尽，便出头，罪业轻，感恩尽身。众尊者听此言，各发慈心，指道士行方便，那小鬼灵犯佛规，开九戒，天门难进。家回零零五破戒。慢说罗汉被天门所阻，却说此日极乐国土，阿弥陀佛特请如来说法坛经，三千诸佛诸大菩萨及一切大善之士，与比丘、比丘尼、优婆萨、优婆夷等，俱到彼国，听佛说法。迦，佛言：善哉，善哉！唯有五百罗汉不到，因思一功德，狐疑因果，思出天门，探观地狱情形，被杜康仙荼毒九戒，如今在第五层刀立天宫，南天门所阻，该堕因果。正所谓修行功德莫狐疑，疑心若起被天诛，地狱因果情不假，报应分明岂是虚？修行疑经五百戒，归清戒言佛可举，归同归下同，万恶止酒怕性乱，修性戒酒五器具，万恶本作与恶，法身菩提木泥宝，饮酒发散属米珠。昔日有个婆罗女，头上竹簪有酒器，杜康造酒婆罗买，卖酒常过毗卢居。婆罗竹簪失井内，毗卢门女饮不知，身内菩提皆散坏，尽缠不见木泥珠。问佛开示应有事，从入性海各修持，抛却毗卢归性海，重修十年始还珠。修身须解拜道要，受戒弟子力不知，如今不把罗汉降，大戒人人不体持，罚他入壳三途转，传命头东受孤妻，可及身体。阿罗揭谛传法旨，五百罗汉听施持，吩咐东氏罗斯转，罗汉听从命不移。佛旨一出如泰山，个个鸡鸣流双泪，
加回零零六折堕，细说细痛却罗汉暗犯佛戒，听从佛命分尸，去东市变化罗斯百天，该受火屠汤屠刀屠三屠之苦，以后方可复还原职，不得有违。众罗汉听佛旨一出，个个垂泪。内中有一位迦留陀尊者曰：闻得下界湖广襄阳府有一位居士旁公，广行方便，买物放生，我等到此地位，何不前去求他救我们一救，何如？众曰：善哉善哉，只得如是。加五百罗汉从空降襄阳城内去求生，要求居士慈悲发救我残生五百尊，我乃天人阿罗汉，暗犯九戒佛身称，罚我群生罗斯转，百日三途受灾星，居士长者能救我，免受三途恩非亲，一日灾满把恩报，居士朦胧忽惊心，细想此梦真奇异，梦见今生五百尊，声声口口求我救，明日留心看分明。加回零零七放生，却说旁居士惊心，叹曰：我今夜梦见五百金身求救于我，说嫩魔暗犯佛戒，该受三途苦报，想此梦稀奇，不可不信。我待天明去十字街头等候便了。加旁公的梦探弥陀，神圣落难怎奈何，忙到十字街头等，见双孩儿手提罗，看他走进高声叫，声声指叫麦斯罗，叫本座左口右斗，长者便把斯罗买，便以今生化斯罗，买的斯罗心中喜，数来五百亿无多，莫道为人无灾难，行事差错降灾魔，举动行为都是罪，精神尚且堕斯罗，加今生罗汉前来求救于我，今朝买的五百罗斯，就叫旁婆及儿子女儿出来，骑到后花园焚香点烛念佛，将五百罗斯放在荷花池中。旁公随口祝曰：罗斯散放在清波，且去莲池畔偶磕，闻佛永脱无生苦，听法即早上莲波。我今仔细思量起，世人焉可吃丝罗，你吃它时真好味，因丝罪孽怎消磨，一切众生皆佛性，莫将诸佛下汤锅，劝君切勿吃罗丝，罗丝肚内子孙多，九十九个亲生子，连娘一百落汤锅，劝君及早生慈悯，买物放生免罪过。从此买放生灵后，坚致力意念弥陀。加回零零八现宝，
唐公放生后，不觉光阴似箭，五百罗汉百日之难已满，幸遇庞居士得救，免了三途之苦，今日复命西归，此恩此德将何以报？内有兵头卢尊者曰：南山脚下有座聚宝盆，无人识的就将此宝摄去献与庞公，以此作谢便了。又波多那尊者曰：我有诸摇钱树，亦送与长者作谢。加五百金尊托灾障，个个要把恩仇偿。后园出起摇钱树，宝盆现境内厅堂。临朝小姐清晨起，一步内堂洗梳妆，一副金环随手下，无心不觉放盆上，请客金环皆满盆，小姐一见喜非常，这样宝贝何处得？那个县境内厅堂，忙叫丫鬟去通报，通禀我父问短长。庞公清早园内去，只见树上放毫光，居士忙到树边看，喜得庞公惊又狂，双手捧着摇钱树，拽拽金钱落头上。庞公一手传来看，闷得金钱放金光，又闻丫鬟传信至园外看宝藏，丫鬟一一从投诉，小姐梳洗在内堂，堂上得了聚宝盆，霎时金环满宝藏。庞公喜中又天喜，何幸天赐大吉昌，从此金银堆满屋。庞公积德善于广，修桥砌路兼施药，造庙起寺修演堂，不施救贫病济苦，设法整因把身放。有天斋僧并斋道，不薄其秤银几两，冬舍棉衣与粥饭，夏施凉茶冬姜汤，施衣舍财都造道，劳碌奔波苦非常。古云财多反被累，金银无处好铺张，思量饥寒贫苦者，共享天福免七皇。又有银身经济苦，借贷无宝也不妨，别家借银瓶中宝，点押红票难相伤。若有人来问我借，不凭中宝不用当，嫩你多少凭你借，绝不负你遂欣赏。家回零零九祭平。却说庞公自从得了聚宝盆摇钱树之后，金银堆积如山，好事善缘无一样故做到。今又思量穷弱，金银等人无处借贷，苦不堪言。待我来写一张告白贴在门外，以便借贷。家告白曰：妾思穷途最苦，谁开方便之门？妾本座上血下切，一时无计，难救燃眉之急，穷极困苦骨肉皆疏，失手不及谁是亲人？有来告待者，或时吊至百吊，不用中宝，
兴隆交还，绝无追讨等情。或有经营法本者，嫩从借贷，不用票约，不定限期，亦不计利息，有日交清，各凭心地，远路乏资，南归故乡，南北经商，偶有不及之时，无论生疏，有来取者，绝不计较。此起庞氏特白家，庞公写旧将访卦，癌间诵读乱纷纷，一传千来千传万，襄阳穷人尽来临，立起账房将钱付，一日出钱十万零，来的贪婪无厌汉，今日拿去今日用，酒肉嫖赌嫩腥味，明日又来拿钱文，嫩腥使亦造大孽，不知丝毫有报应，这道受享平生福，那管来生还不清，好言劝他不肯听，反听骂声做呆人，他道只有阳间苦，那有阴司地狱门，有福不享真是呆，往来阳间做世人，忙得账房身叫苦，提送银钱手不痛，三日一般来调换，没人肯来造账房，训训来了亦如生，抬头朗读这榜文，看罢榜文呵呵笑，天下哪有这奇闻，借贷银钱无中保，无论生疏尽殷勤，今何小生胸中意，送饭及时遇饥人家。回零一零借贷，那无人看罢告白，叹道世间哪有这等大量豪之家，嫩从人来借贷，不计利息，不用中保，有钱自己送还，无钱绝不追讨，我因家寒出考，缺少本钱，今又不地而回，幸遇这等财主放债，且待我进去借他几吊，就好归家读书，用功以图上达家，且待步入豪富门，其口张者把礼行，秀才欣欣来作揖，拜罢其口说分明，小生河南古豫州，家住金山孝悌村，这因东京去赴考，不地而回转家门，家寒因带路费少，回家用功少考本，今日半途无盘费，因此耽搁难回程，幸遇长者行方便，特来求借转回程家。那庞公听罢，叹道可怜世上之人，都被名利两字弄得心忙意乱，是以东奔西驰，不顾崎岖之路，离乡别井，不念父子之情，待月披星，图名贪利，正各四家，离朝鸿雁飞不转，失水困金泥浅滩，如生悲叹言皆难，使得世人心不安，悲叹言皆难本作助叹言皆然。
壮士他前求富贵，幼童他前买食餐，父子他前天性绝，兄弟他前手足散，强盗他前命不息，客商他前不得孩，结女他前真心败，买的清官把不严，世人为此多受苦，因前性命丧黄泉，特来贵府求长者，借得路费把家还，有日若得功名就，不是结草定闲还。家长者听得此言，叹道果是读书明理之事，吩咐家童不可轻呆，你去账房内准称300两文银付与这位先生可也。秀才直营心中大喜，拜谢长者，出而叹曰：韩氏的银尽欢心，世上少有这等人，从来一面不相识，肯舍金银寄禄平，再无他家来放债，不用文约与绑人，借得文银300两，韩氏力若待不行。长者出来亲观看，问其缘由待不动。家那长者叹道：原是读书文人，如何担得起300两文银？忙叫家童到后园配起一匹驴子，送先生回府可也。秀才心中欢喜，就将文银提上驴背，告退而去。多蒙长者经营界，路途遥远不难移，兼不能驮心中苦，只因无力受孤妻。长者见了开言说，忙叫家童配驴骑，后槽牵出驴一匹，又添两轮一部车，赞叹长者真难得，借贷金银不用书，不问姓名何方住，等我还银呆几时，行到双林树下坐，仔细思量孝时期，时同时，不用文约并借票，不问何日还本利。家回林一一驴言，那秀才看到未了，正欲再走，哪知这匹驴子打也不肯行走了，不知却为何故。这见那驴子口出人言说道：叫声先生，你曾读孔孟之书，缘何不明因果之理？秀士见驴子口出人言，大吃一惊。驴子又说：先生听我道来，先生曾读圣贤书，何故不明因果理？3000法度阳间律，6道轮回因私利，横行不法随人作，超生堕落在阎君。我因前生借石骨，3世作驴还不清，前生穿你一草鞋，送君路途10里零。钱财远非容易得，借还丝毫不差分。家那秀士闻的驴言，胸中才止，明白因果善恶二字，果然丝毫不漏。想将起来，倒有些毛骨悚然，便又问驴道：你借庞公多少骨？
三世作驴还不足。那驴儿道：我前世借得庞公一石鼓，三世作驴还不足。我应在庞府每日清闲无事，又不上府落县，又不出路驮物，反要食庞府豆谷，故此三世不能还足。秀士听得也惊慌，欲想还他心暗伤，驴儿借他一石鼓，三世作驴苦备尝。前世穿我一草鞋，今送路途十里长，细想石鼓如此报，三百贯银何敢当，任穷此前借不得，安分守己过时光。虽然长者多富足，用他文盈利赔偿。秀才叫声驴儿听，原将此银送还乡。家回零一二还银，却说秀士仔细思想，战战兢兢说道：驴儿，烦你将原银送还庞公如何？那驴儿答曰：我欠居士之债，理当被还他家，岂有不肯之理？那秀士急忙上车还银，转到庞府下车，转到庞府高声叫：情愿送还这文银。庞公听得送银转，从来未闻还银人，这有借银连复发，何曾收转入库存？今日那有稀奇事，未嫩应由还金银。庞公一一来盘问，秀士细细说分明。驴儿借鼓情有事，三世作驴还不清，小生借银三百两，恐怕来生做畜生，宁可清贫为君子，免做轮回还债人。故将原银送转府，多谢居士查收清，与你宿世无因果，不做来世对游人。家长者闻此情由，叹道：怪哉怪哉，那有这等奇事，只得将文银收入，叫家童将驴儿小车一并收藏。那秀士辞别长者出门去了，不提。且说长者自从还银之后，更添出几层烦恼，叹道：欲将金银做好事，反为银钱害世人，失他方便反复债，若不还债做畜生，金银分明现世报，害了多少贪心人，生平少虑为清福，才多积生苦无声，日夜搬运精神伤，弄得昼夜不安宁，细想金银真无味，才多生落定神伤。家回零一三求道：却说那庞公被金银两字弄得颠颠倒倒，无有一刻可安。只见那林昭小姐说道：爹爹母亲已经年迈，一世奔波无安，这才国原是身外之物，小女闻的南山脚下有一回光寺，寺内有一位松隐禅师，道德高超，
何不将金银财宝送住寺中，我们一家齐到他寺中拜他为师，一同修道，不知父母意下如何。居士听得女儿之言，尽是有礼，就依着女儿主见，同去拜见法师，请师定夺。即日就到回光寺中相见知客，知客起身迎接，便叫居士请坐。庞公答曰：“谢坐，今日特来求见松隐禅师，万望通报。”知客就进去禀告禅师。禅师答曰：“且请少坐，待我出来相见。”禅师手执离杖，一步出来，随口叹曰：“有人身透祖师机，青山本在白云栖，红日薄空全体现，绿荫深处杜鹃啼。”家，哈哈，老僧松隐是也，今朝闻的庞居士求见，莫非是有缘人也？待老僧出去相见便了。居士只见禅师出来，就起身迎接禅师。禅师以礼答曰：“难得居士光降敝寺，必有事故，请坐茶吧。”居士开言说道：“我想人生若梦幻，富贵如浮云，愿将家资财帛付于寺中，聊作修寺之资。我等特来投拜为师，愿在寺中修养，福望我师收录。”那禅师说道：“我今这个患躯都无安身之日，要他金银财宝何用？多添我的烦恼，听我道来。”禅师回答：“长者听，百年富贵梦中人，一个幻身都是假，骷髅败坏却无根，金银财宝非位贵，荣华富贵等浮云，生死到来无可敌，跟了鬼盼富幽冥，我愿清闲成佛道，不贪财宝与金银，若受繁华贪快乐，定入三途地狱门，万缘放下全无碍，入定微微六根清，一心静后一心清，万法空时万法通，莫道寸丝全不挂，寸丝不挂的安宁，识破浮生但在心，闭色闭空闭凡尘，清净收拾安然坐，时是云山万古春，见闻觉知无非道，法性明暗色即空，雪后始知松波翠，灵机方觉佛是心，乾坤日月长如旧，世事人情复见心，固守真性无改变，亘古万劫至于今，天运推移非常久，各中消息为谁明，等闲斩断黄金锁，铁树开花香满庭，谁人起你金共宝，各人各了各死生。”家，却说庞公听法师之言，顿悟禅道，立发菩提之心，想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不若恳求我师慈悲，指点禅机，可断轮回之路。居士着地恳道，遇了生死，求师明示禅机。禅师笑曰：有心学道却不难，先知三规和五戒，体佛行持皈依佛，学佛慈悲须忍耐，抛了江山别了爱，雪山苦行四十载，依法行持皈依法，五器齐朝八宝台，气本座上祭下火，雀巢冠顶如川溪，九重铁骨一剑开，能通佛法皈依僧，统领大众观自在，不经步步方知道，三途不爱我本来，此是三规修道法，修行还需重五戒，一步杀身行仁义，体天好身是本来，二不偷盗皆易路，人有人一根不坏，三不邪淫缘是理，理门易路君子者，四不酒肉恐乱治，戒酒除荤少祸胎，五不妄语有信实，人而无信其可哉，修行学道同如理，并非分门别有待，用力至久能贯通，全体待用无不载，至善之地言圣道，率性虚灵一自猜，天地未焉万物欲，能至中和不用餐，所谓修性之正理，道之本源出于天，全权福音成无息，物格之指方还丹，无分彼此心何值，原来佛道还艰险，教身居士须听者，我今传你妙中玄，正等正觉玄中妙，无上甚深非等闲，识得顿超无难事，三菩提法少人传，三佛回光转法轮，不再庄严法相见，自信法门是愿学，自信烦恼是愿断，究竟得成无上道，何愁不到佛祖前，舍身六位波罗蜜，苏陀天除脱金莲，觉海金波永性地，瑶池玉漏洒碧天，甘霖滴滴清凉味，三昧炎炎暖春渊，声闻缘绝非外物，八万华严自心田，愚人心迷转法华，知觉心悟法华转，迷昧不识冰中主，主中冰住烦恼天，切勿错认主中冰，深深难出苦海间，从经历起冲天志，艰辛结义要心专，如是我闻常安乐，挽手同登极乐天，恭喜九玄并七祖，同坐西方九品莲。居士起身拜谢传道之恩，随口叹道：虽得家财千万贯，忙得昼夜不安然，蒙师道破生死路，跳出轮回苦海间，幸遇我师亲指点，显密真机妙无边，才知物外都成梦，了却生死不相干。家松隐禅师曰：
居士果然不昧大乘根基，将来必证菩提之果。妻子旁呆在傍，听得父亲归佛门的受正法，亦要投拜为师，恳求师父开示。禅师开言为旁呆，年幼不知修道难，三规五戒岂容易，写心不了总是闲，要上蓬莱飞等闲，上山容易下山难，若非铁汉金刚智，修登灵山第一关。家禅师又道，恐你年幼无智，半途而废，拜我的佛门，则不敢畏也。庞呆答曰：今日立志定要修，再不虚度混春秋，一失人生万劫苦，四生转变难回头，家财万贯是虚浮，人人贪恋那肯修，光阴迅速无常道，不肯丢来也要丢，人生在世不自由，一生多病也带愁，如一空何尝生药，扁鹊良方亦难留，今日若不立志修，但看四生令人愁，改头换面谁知道，翻来覆去地狱头，求师放心传我道，永不退悔向前修，他日我若生二念，万劫沉沦不出头。家松隐禅师叹曰：善哉善哉，果有如此真心，不愧佛门一弟子也，我且收录传你大道。师曰：静坐五的回光照，自然分明现真空，常常提起无声话，要口吸来第一种，对镜望镜除六贼，居尘出尘万元空，悟道不知不觉地，天理流行复性通，月道中天清万派，水天一色共圆明，识的本来真面目，自觉禅光到处生。禅欲月日用行常道在心，虚灵不昧是原因，万般色相都离去，得见当年旧主人。禅师主必法语又说道：庞公子，我今夕来大义，已经传授于你，切不可看清了，自今之后，此生此心须自度，即心即佛莫他求，指下而全现根源，言中而尽彻提纲，去吧。家庞呆点头谢恩而去，傍边又走出林昭小姐叩头哀告：尽求我师怜悯，小女前身少修精诚若直，若非我师慈悲，难了宿世根尘，今得有缘，情愿投拜为师，指我了生大道，再无退悔。禅师答曰：汝何人也？小小女子，敢求大道。小姐曰：庞玉我父，庞呆我兄，小女名唤林昭，今年一十有九，吾兄长我三春，而兄尚可修，
而为何嫌小也？禅师笑曰：汝乃直比女流，身世无漏，何可比尔兄也？林昭小姐又禀道：自古今修大道，男女何论？但看那观音母普陀永正，又文殊与普贤，也是女身，希望故凡人女三天至尊，麻姑仙蟠桃会禁绝传令，九天内玄女老执掌法令，立山女亦主持法律威灵，八仙上何仙姑野朝玉清马丹阳是双修并蒂莲灯，孙元君号不尔，有名渊真，这都是女人修万古标明，释迦佛开方便，弟子四众，比丘尼、优婆夷、许进佛门，忘我师，发慈悲，至我灵根。有一日，功成满，报我师恩，心虽愚，志自刚，再无他语，此乃是真实矣。素来性情，若后来有退会，永堕玉门。家祖师叹道：你既有如此真心，也不愧佛门，做个有缘弟子，待我传你秘密大道。本来原名一段光，往来消息不死方，只为诸人修不到，秘密如来经三藏，古来单传不露光，得此指缘传妙方，不欲普度十二会，今日何敢漏大藏？打开大藏现金刚，处处无碍百脉畅，滴滴潮汐金漏接，高峰顶上空翻浪。禅师传记已毕，问道：小姐可能会一否？小姐曰：招虽不敏，已勿私语矣。禅师又曰：祖师亲口传，秘密不轻言，得者莫看意，其中奥无边，要见娘生面，光明自己圆，只依祖祖训，字字漏真诠。又曰：持开月现新罗句，万象收归古镜中。去吧。林昭小姐叩头谢曰：今日有缘遇师传，大臣三昧非等闲，诸人空自与狂妄，得意会时何自然？却只容颜非我相，悟的本来有真传。波净之香归净室，抛残净匣皆金盘，眼前色相皆成幻，镜里乾坤不计年。松竹扫开池上月，楼台深锁洞中天。从此不做轮回梦，跳出红尘物外仙。家回零一四修道，
却说父子三人得了松隐禅师之传，个个艰辛修道，唯有庞伯不幸修道。彼曰：修行只要吃素念佛，还有什么参禅打坐？弄出许多鬼法而来，我总总不信。修行以念佛为稳的，再不可相信。如此如此，沉沉念佛便了。庞婆终是不信，父子三人也没奈其何，只得各自用功。所谓父子上山，个人竭力，他父子三人自从得了功夫，日夜打坐，即正事，人情淡处到心间，道用人情起偶然，空有人情无道力，人情能有几多年？人欲尽尽天理去，有如万里无云烟，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学道若能成圆镜，道心自现本天然，虚空朗彻天心耀，海水澄清月连天，云散碧空山色净，会归禅定一轮圆。家回零一五家道，父子三人得了禅功趣味，忘身忘体，连家务也全不知道。自从那个秀才还了银子，那驴儿说出因果，后来借钱之人亦渐渐少了，唯有家中使用人等见居士不顾闲事，只是天天打坐，用人个个搬运偷盗经营，是非祸端不一。内有两个家人，一个名唤史心，一个名叫用心，暗中不知道了多少金银，藏在深山冷谷。两个商商量量说道：我与你金银也是够了，今日同去山科里分那金银，回去买些房屋田地，讨一个好老婆，也要去做员外了。用心道：正是正是。二人出门正走，山谷未到，日色傍午，使心顿生一计，叫声用心哥，你先去山谷等我，待我去买了点心来同吃一饱，慢慢与你来分银子。用心道：锦衣地去安排，各自分头去了。谁知用心也想就一个恶计，寻出一块大石头，坐在山岩等处，等始心到来，谅他不妨，我先绝了他的性命，金银可以独得，此计甚妙。不宣用心存恶念，再说使心买点心，莫道巧计还有巧，黑心又遇黑心人，饭内糊了砒霜毒，送他一命去归阴。想就此计心欢喜，茫茫赶到冷山中，使心不妨用心恶，酒饭到手笑盈盈，一拳一脚当面打，反身落在大坑中，一块大石当胸去，
鲜血淋淋命归阴。酒肉白饭独自食，黄金白银无人分。心得欢天并喜地，天知地知我知因。酒饭未曾来吃饱，七孔流血命归阴。金银原是现世宝，害了多少贪心人。不信但看今日事，使心用心害自身。一波白饭众鸟食，可怜百鸟尽归阴。波本座左经右本，人为财死鸟食亡，害人人害不差分。此段情由何人晓，樵夫到此见分明。家回零一六气宝。却说来了两个樵夫，只见众鸟死在地下，不知其故。走近前来看时，白饭闷地，又见一个七孔流血死在地下，又见一人死在坑中，认的是各旁家家人，叫做使心用心，忙忙去通报旁员外知道。员外闻之，叹息不已，定是为财谋命，急急吩咐家人忙去买官，到山谷去收拾并殓，埋葬已毕。居士心中千思万想，想此银钱时时害人非浅，如之奈何。便与女儿相商，临朝小姐曰：这有何难？依女儿之见，当造一只大船，仅将金银财宝装作一船，去沉入沧海，免得惹罪招迁。未知父亲意下如何？庞公道：仅依女儿之计，当日命船匠纠工，起造一只大船，随将金银及聚宝盆装作一船，庞公亲自送出大海，将船底凿通，沉入东海，其人各顺小舟而归。这正是石破机关莫重钱，太重银钱害非浅。庞公为此银入海，送沉沧海免牵缠，处事都被银钱害。君臣重钱子民怨，父子重钱天性绝，兄弟重钱手足偏，朋友重钱交情断，夫妻重钱两不闲，轻易重财多招怨，杀伤人命也为钱，胜也钱来败也钱，伤尽廉耻结尽冤，多为银钱伤了面，世人未破这机关。君子财上分明取，不义之财祸根源。时来千金容易得，运去难借半分钱。算来万般都是运，何必横贪伤心田。造就九生九合命，凑成一斗并连绵。虽是金银推入海，还是财与命相连。庞公造化报君之，丙戌月来庚午年，丙寅日辰丙申时，日坐长生福绵绵。庚运的宝剑渐顺，火荣庚金福连天，以运禄堂应要拜。
房屋田产保护权，算来由命不由人，果然由我还由天。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贪心也枉然，只道旁工自寻苦，谁知四命总不免。潜心即一拳在我，赐福消灾任平天。不表现闻寻常事，再提庞公回海转。家却说庞公去海外成了金银宝贝，京城小周回来相见。庞婆庞呆与林昭小姐齐曰：自从父亲出海未回，多生挂念，如今回来才得放心。此刻是清闲无事，乐心乐意，正好参禅打坐，念佛修行，并无挂牵了。却说波多那尊者闻得庞公推金入海，他也来收了摇钱树回去。真所谓时来讽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见福碑。今日金银成沧海，摇钱树下无宝贝。仔细看来树枝枯，远望树上金光退。不说摇钱树已死，真是屋漏并船坏。那小烈火腾腾起，霎时大屋化作灰，烧得四人无站处，可怜那里把身安。家回零一七乌灰。庞公说道：今日连房屋也没有了，叫我一家四口到那里去安身立命？庞呆说道：父亲啊，我们到后山去搭一间茅棚安身，再做道理。阿本座左口右下下同。庞公曰：前日金银太多推入沧海，那小今日如此，一钱不留，如何能够日度二餐？庞呆曰：我能做老仆务农，用功度日，挣得几钱回来，也可以养得爹娘妹子。正本座左手右倾，倒也不妨，请父亲放心可也。而坐骑曰：手把青秧种也甜，低头便见水底天。六根清净方未到，退步原来是向前。无声地上勤勤偶，削去无名草根源。二六时中常照顾，显出萌芽不夜天。心地灵敏无挂碍，每日三餐没忧煎。不妨妹子爹和母，安然同修上九天。家庞婆也说道：我也不用儿子养我，吾自有手段。而坐骑曰：手法真指真强矣，嗅得世间万物春，现现嗅出西来意，修补人情旧复兴。嗅得前来光阴度，何愁难度世间春。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未相亲。何劳我而来养我，生生弥陀出世音。只求救苦观音佛，不修来生修今生。家庞公也说道：
你们都有手段，难道我没有本事度日？我亦有手段为之。而作记曰：东园取来竹一根，不与人间俗物论，枝枝叶叶生奥妙，空中有节通大成，细细劈开成妙用，丝丝盘转在中心，做成一团真奇巧，打就照明卖与人，卖的钱来光阴度，要了三生宿世音，每日清闲无别事，镜中常听太古音。家林昭小姐也说道：父亲既造照明，待女儿到街坊去卖可也。我也有计曰：复作照明女来卖，法轮常转宝沙钱，不卖东土无根汉，卖与西方古佛间，独卖眼堂与古寺，知因东家甚艰险，仿的就领清卷数，就把灵山古画坛，有缘共约龙华会，有分同登极乐天，此事奴家平生愿，普劝共上法华船。家庞公曰：女儿年幼出外，被人谈论，多有不便之处，不若在家中静修为妙。林昭小姐答曰：修行放下娘身念，走遍天下怕谁人，只要坚心到把稳，那怕说长说短人。磨练身心苦功下，赴汤蹈火我甘心，身心厚本多，要把二字，不怕世间诸魔考，道不考来得不增。从来修行要苦功，上下连台平佛分，恐自尽守难成道，宿世冤孽难消清，内果全在外公赔，苟无志得道不移，父母恩德难酬报，修道原要报四恩，爹娘哥兄敬仰我，修行功劳何处分。现成茶饭进来时，宿世罪孽那米轻，已发成一母自欺，立功立德并立心，母痛无，若非艰辛用道力，动有群魔作障人。家回零一八银僧庞公道：女儿既有此论，任凭女儿可也。又叫庞呆快到后山竹林中，靠山就水，搭起三间茅舍，可度本夜。不觉过了半年，四处沾庞公恩惠者，也有送柴来的，也有送米来的，倒也过的日子。但有林昭小姐日日卖照明，常过无味寺中。寺里有一个当家和尚，名叫丹霞，每日与林昭小姐买一个照明，已经半载有余。林昭小姐不觉其意，便问其徒：小师父，你们买了这许多照明，还是自用，还是转买与人？徒弟答曰：我老实对你说，我师父买了你的照明，天天烧茶，
实为喜欢于你，如今病在床上。小姐想到，原来如此，烦你快去通报师父，待我去望他一望。那小师父心中想到，倒有些成功来历，急忙忙通知师父。林昭小姐也随后跟了进去，叫声师父，我特来望你。既然如此，我去问过父亲，前来服侍于你可也？那和尚一闻此言，病也顿时好了。那林昭小姐也急走回家，向父亲说道：世上人有病，能救可以救的否？庞公答曰：能救者，岂有不救之理？林昭小姐就将和尚情由一一告知父亲。庞公听罢，叹息不已，此事如何救得？小姐又曰：我看丹霞和尚本有素根，气质不凡，皆因业障未尽，被人欲所蔽，女儿前去自有道理，打破他的迷病，叫他来见父亲，再来度他可也。庞公不测女儿之计，便道但凭我儿主见可也。林昭小姐禀过父亲，即便唱屈而去。屈曰：未走难言，要渡痴呆汉，流落苦海，万载不得还。要渡原来，因此苦海揽辞船，渡头朝夕声声唤，不渡无缘渡有缘。善男子，善女贤，访拜名师练拱签，跳出恩爱网，打破人我关。是非名利不如贤，是非名利不如贤。家已经到了无畏寺门前，不免待我进去，直到丹霞房中。和尚起身迎接，林昭小姐开口说道：我今此来已经禀明父亲，请师父前去香汤沐浴更衣，参拜宗祖，方好成亲，待我整顿床铺。和尚吃信，正去香汤沐浴，小姐将他覆盖进行丢在地下，床上打扫洁净，就将观音画儿除了下来，铺正床上，又将法华莲经作为枕头。丹霞已经沐浴停当，前来一看，哎呦，不好了，观音画儿那可当作席子，莲华大惊，如何敢做枕头？你真正罪过，也不怕还当了的？小姐哈哈笑道：如此还可救的你这个秃头，听我道来。画儿上指观音，恭恭敬敬不敢眠，我乃是活自在，胡思乱想你何敢？莲华经指墨水，当作枕头怕罪签，我腹中经万卷，谢压会行你何敢？
归不清，戒不严，游波地狱你难免。不念佛，不参禅，冤冤结账性王边，为陀处灵官边，打入地狱受熬煎。在佛门五戒全，不守清规坐下见，七天里灭佛缘，披毛戴角换头面，早醒悟即参禅，加功进步免罪愆，心不懈亦要虔，公园同登八宝莲。家回零一九鬼僧丹霞和尚听了此边言语，如梦初醒，悔悟前非，惭愧无地，只是跪在地下向林昭小姐叩头不已，亦不敢起来。小姐又曰，欲要想成美眷，却也容易，美眷本作美职，你明日到我家中见我父亲，就可成其美事。丹霞不敢抬头，跪在地下说道，今日弟子如梦初醒，从此以后情愿弃邪归正，再不敢胡思乱想，明日理当来府谢罪，再求开示便了。林昭小姐亦不再说，就此去了。丹霞起来满面惭愧，次日果到庞府服罪。庞公早知就里出来相见，丹霞即便叩头礼毕，说道，昨日冒犯小姐，该受顶训，今觉得如梦初醒，原是贫僧宿世根尘，因闻居士之贤，特来拜佛门下，重开茅塞，只见林昭小姐亦走了出来，手端着一杯香茗，双手提与和尚。丹霞不敢来接，小姐将茶放在桌上，就拍面一拳打去，说道，一杯香茗不敢尝，你敢胡思并乱想，我来打破你苏醒，免入披毛戴角香，醒后本多梦字，莫做生死轮回客，尽力跳出天罗网，今日不遇林昭女，万劫千生堕火坑，欲后本多我自家。丹霞惊被林昭小姐只一拍打的玲珑彻透，忽然悟出本来面目，而作记曰，三十余年不思量，枉作僧人心太狂，今日不遇真相事，焉能地狱翻天堂，幸得真人相救我，反身跳出陷人坑，天花冰粉赤洒洒，体露真如亮堂堂，忽然的这无声地，遍体滴滴是清凉，你守在拜城百叩，万载感恩生西方。丹霞顿悟玄法，也不回寺，真所谓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浮天沧海远，去世法周清，水月通禅寂，
鱼龙听半声，唯怜一片影，万里眼中明。丹霞禅宫一的洒乐无边，心胸全无一点尘念，到处随缘，真个是天地未如本自然，悠游随处好参禅。而今万物都放下，到处为家到处愿，不觉玉兔东海上，谁知金乌西山边。玉兔月，金乌日，坐听清音横卧罢，又看碧浪翻桑田，卧字不清。春秋不计容易过，狂懒诗歌与一颠，莫笑贫僧糊涂坐，糊涂里面有真传。家回零二零杜母，自此以后，人人都当他为吃和尚，却也不提。再说那林昭小姐，自从点醒了丹霞之后，忽然想到自己的生身母亲都不能度他，我还要去度那个。就是到了灵山会上，也要来度父母，方好父的蟠桃大会。但是母亲只知念佛，不肯相信参禅悟道，如何是好？心中想了一回，有了，待我先去相信，跟他念佛，然后再做计较。就走到母亲跟前说道：“母亲，女儿今日也相信念佛了，到底念佛不差。”庞婆曰：“念佛原是第一个法门，乃是超生了死之秘诀，成仙成佛之捷径。那个不晓得念佛的好处，何必啰啰嗦嗦弄出这许多法而来，简简直直一句弥陀了得生死。”林昭小姐曰：“母亲啊，不错不错，我今朝跟母亲念佛便了。”就拿了一个蒲团坐在母亲身边，随口便念：“母亲母亲。”庞婆问道：“却为何事？”小姐只顾念母亲二字。庞婆怒道：“为什么痴痴颠颠，佛道不念，只管叫我母亲，是何道理？”小姐又念曰：“母亲母亲母亲啊，母亲母亲亲母亲啊，本座左口右下，生我生亲亲亲母，亲亲哭亲念念亲，不念不算亲近母，念的母亲嘀嘀亲，母亲自然慈悲我，念的女儿寿长春，母亲生我亲生母，念的母亲生生应，母亲念佛生西方，我念母亲了死生，母亲求佛我求母，我的母亲比佛亲，今日念的母几生，我母心中生恼恨，念母念佛总一般，数年念佛佛不恨，念母母亲要动怒，西方佛祖恼在心，如何还想生西方，如何还想佛救应？佛祖留经转妙法，
一方服药并治根，这是念方不服药，究竟病从何处侵？阿弥陀佛四个字，字字真机妙无穷。四本作六，三藏经卷如法语，教人熟读悟来因。经卷妙理如不悟，不悟妙理枉费心。念念不知经中味，犹如蚊子食上叮。家庞婆听得此边言语，渐渐醒悟，便问女儿道：既是此说，究竟如何修持是好？林昭小姐答曰：母亲忧，念佛不过是已进法门，婆心人数，那里了得生死？故云：念佛若能了生死，当初古佛念何文？母亲若要想了脱生死，前去拜松隐禅师为师，恳求最上一乘妙法，正等正觉功夫，方好了生脱死。庞婆方觉来因，就同女儿前去见松隐禅师。来到回光寺中，相见之客李弼，就去通报禅师，命其觐见。林昭小姐就同母亲前来参见禅师。禅师问道：小姐自从皈依佛门以来，屈指一算，已经三改不念，量必禅功精进，可得人中三昧否？一一道来我听。小姐见禅师请问来历，便战战兢兢禀告曰：蒙师慈悲心法传，三年荒疏少参禅，内外功果两不熟，愧见我师素不全，略表一二我师听。望悟见则心不专，觉中觉来悟中悟，渺渺一线透蔽天，烦恼断食相烟直，因晕团聚虚无间。不空真空果非空，无相空中蜜绵绵，有时有调无自经，北海龙女名诸县，悟空归依须菩提，踏遍三洲通九韬，其法一百零八般，所学七十又二变，闹得龙宫未足奇，变化通融称其天，八卦炉中猿猴练，可惜失了火门砖，恐后难借芭蕉扇，还求我师法绝传。家禅师答曰：其功则可，火焰山易过，无底船井方可也。请问那位是谁？林昭小姐急忙跪禀道：这位是我母亲，特来求师父慈悲指点禅机。禅师曰：哎呦，你还有这位白发娘亲，直待今日才来见我。小姐答曰：不瞒我师，因母亲外公未陪，前念弥陀三改，故此来迟。禅师问曰：尊根多少？庞婆答曰：今年六十有一。禅师答曰：百年光阴，
全在刹那四大幻身，岂能长久？信得延年康健，不然空过一生。花甲之余，耳目不变，不然难受玄机。信喜全家修炼，不失提携指教，我就传你禅功变了。传曰：参玄妙，悟真经，不再声色声而诵，仅回光明真空，阴阳归中指南针，调呼吸归真宗，一窍光明窍窍通，三藏经说真情，迷而不悟错用心。金刚语是真语，言言彻透不虚文，静打坐要真心，泥牛溪水上昆仑，绵密密现真性，声声叫醒主人翁，时晕晕收真习，不在眼耳口鼻中，此消息出真人，玄中妙趣在真空，妙中玄号真空，视而物见听物闻，我传你这真功，刻刻长守古灵风，千叮咛要真诚，时时莫离无字经，万诸父这真道，不比棒门瞎弄众，心认定这真法，一息不散氤氲中，亦勿乱发真心。二六常听太古音，心放逸错真宗，南归太虚反无身，亦放肆迷真空，千思万想夜来蒙，差毫厘失真情，劫劫难超苦红尘，收本来现真容，万缘尽归一禅定，般若云是真实，不须设立妙根宗，宗本座左足右宗，无上道是真经，万法总归不二门，西来客练真性，莫要虚度这光阴，功成满谢真人，挽手同登极乐宫。家禅师传毕，说到你会魔，庞婆曰：昔日弥陀错用心，如来若来开正门，不是名师口口授，焉能悟得此来因？如是我闻名正法，舍为国中在本身，真为有缘才有分，与佛有缘又有因，常乐我净真自在，自在如来莫他寻，深深弥陀口里念，才知皮毛枉费神，今日的欲我失职，从此跳出是非门，断疑身性超极乐，觉相超宗反无身，顿忘人法真空解，般若滋味众中增，有日功成超法界，四恩三又总报恩。家回零二一封森，此时庞婆的诗传授，顿开智慧之门，母女回家用功，不提
且说丹霞和尚，自从的林昭小姐点醒之后亦不回寺，假学得疯疯癫癫，随地用功超化度日。那一日到了湖北武昌府地方，经过菩提寺前，抬头一看说道：好好好，今世前生有缘人，偶错一念落凡尘，使之今日众相会，有缘的遇有缘人。此四句话却有来因，这菩提寺内有四十九位和尚，前身是个五十阿罗汉下凡，那时节因汉明帝大众佛法，见了僧人尊位上客，拜为国师，因此五十罗汉思凡转世一游，出南天门时节，内中有一位罗汉跌了一跤，呆他起来，那四十九位已经去远不测去向，只得就在湖广襄阳府襄阳县出世。这个就是丹霞今日到的湖北武昌府地方，才遇着前生之缘，故叹此四句寄言，那四十九位不怕你是罗汉下凡，一转尘世就明确来因，不遇之因点破也是空过春秋。却说丹霞来此，就入寺挂单，要挽化四十九位僧人，连自己合成五十之数。此所谓有先觉而才有后觉也。丹霞来此日一暮，入寺挂单过一晓，思量只缘皆同类，依旧挽手护天桥。众僧观他多邋遢，个个远避不相交，拉本座左足右隔，他本座踏下同，知客也把野僧逐，又无一波单难挂。丹霞哀求断一宿，明天日出法出朝。知客曰：你这样邋遢和尚，自己身上都管不过，还朝嫩魔名山。丹霞答曰：身虽邋遢心清净，不比装模作样人，摇摇摆摆像和尚，心中全无佛法僧。金兰袈裟披肩上，千针僧写好威风，呢喃腔调口中念，敲打唱念称高僧。呢本座里南本座左口右栏，三藏庙地全部悟，自大哄高看亲人，一点不知空门法，误人误己罪非轻。我虽身上多褴褛，信心菩提不二僧，同心同类佛弟子，僧寺不留何处停，愿求和尚慈悲发，留我丹霞胜看经。家那知客和尚被丹霞说得深口难开，只得在殿上凭他过了一夜。一众僧人功课下殿，各归疗房去了，唯有那丹霞独坐佛殿上，想到如何能够点醒众僧，想了一回，便道有了，即便架起三昧真火，
就把当中的主佛烧得烟雾腾腾，正欲当家和尚五根起来，一见大佛烧化，哎呦，谁人把大佛烧灰了？民中内鼓，聚集众僧，查其来由，原来是野和尚丹霞烧佛，便要拿住敲打。丹霞道：“且慢，我还要寻一件好物事来。”众僧曰：“要寻嫩魔物事。”丹霞曰：“要寻一颗舍利子。”众僧曰：“那里来的舍利子？”丹霞曰：“佛既烧化，必有舍利子。”众僧曰：“火烧了木佛，那里有舍利子？”丹霞曰：“既是木佛没有舍利子，真所谓木佛虽灵难度火，铜佛虽灵难度炉，泥佛虽灵难度水，自身不能度，焉能度的你？这样冷天，我身上倒还有些寒冷，速续再烧一尊来，宣宣身体。”那众僧又来拿住丹霞要打，丹霞又道：“且慢，我要小便小便，即便向佛撒尿。”众僧喝道：“那野和尚如此没道理，真个要打了。”丹霞又道：“慢打慢打，我要同当家和尚凭一个道理。”当家曰：“凭什么道理？”丹霞道：“你不闻经中说，东方有宝光月殿月庙尊英王佛，南方有树根花王佛，西方有灶王神通焰花王佛，灶本座上白下侍，北方有月殿清净佛，上方有无数金净宝首佛，下方有善济月英王佛。弥陀经亦曾说，六方六佛，我在这冷壁谷里来撒撒尿，又说有佛叫我到那里去撒尿。”一众僧人都骂道：“你这个野和尚岂不是讨打，其来动手要打。”丹霞又道：“且慢且慢，你们众和尚冤枉我烧佛，个个身上升起天炮窗来，真个是。”丹霞开口有灵应，个个僧人身疼痛，遍体挣扎不安然，浑身上下似鱼鳞。明知丹霞非凡僧，非仙则道有来因，言言之中带妙理，句句语边有原因。今日若不求忏悔，一生疮毒难离身，跪求慈悲赦罪愆，望师利解我灾心，情愿求拜作徒弟，依法行持听教训。丹霞听得呵呵笑，一杯法水洒遍身，清凉法水多灵妙，浑身疮毒霎时已。吩咐众僧齐听者，只你超凡入圣宫，人人本有观自在，自身自在莫他寻，本身如来真如来，若来若去不离身，
魔所从来亦无去，不是泥塑木雕成，自以弥陀性心眼，于人即向外边寻，转身后撤菩提路，认得本来无世尊，非是口诵唠叨念，只在活泼透玲珑，叫一声来应一声，一刻六后会无声，九九归元方成道，六六宫中变生春，如牙穿溪浊波出，雀巢冠顶无气凝，气本作上济下火，一目了然三教理，不欲失指枉用心，我今指你西方路，挽手同见五百尊，个个磕头把诗写，使会从前强解经，今日的欲我失指，是非真假不用真，放下尘间无浊事，提起西来九转功，扫尽尘垢心清净，一轮明月照太清，常记光中亲切处，得见当年旧主人，曼提五十阿罗汉，在表旁誓要成功。加回零二二得道，却说庞公此日坐在厅上，只见丹书下诏，便对女儿道：今日是我作画之期，你去速备香汤，与我沐浴才好入堪生宵。林昭小姐曰：今日是父亲与画之期，女儿理当奉送，备半香汤请父亲沐浴。昭女出来，仙人龛中作画，指刘季曰：我今少有战气味。昭女教父发慈悲，爹堪舍与奴身坐，女坐随身嫁妆陪，爹弃指在后山上，临风古塔好座位，奴心以酒思量极，一对草会奴早备，会草之臣之邪，期望我父休怪我，双亲未老我先归，我在九阳等候你，同入瑶池赴盛会。九阳关指天门，庞公沐浴已毕，出来一看，昭女已经入堪圆寂去了，看有祭言放在罩上，庞公看罢点头即入山顶，到了临风古塔，果然听到两个草会，庞公即便入座与画。家庞婆闻的妇女圆寂出来看时，只见女儿微微端坐在龛中与画，又往后山一看，庞公亦端坐草会与画。庞婆见此，哈哈大笑，睡得儿化。家今有东陵皇明主人，向来与庞公至好，见他三人已死，叹息不已，即寻庞呆商议如何收拾。寻见了庞呆，便说道：你爹娘妹子俱已脱化去了，你还在这里锄田。庞呆听说便道：去了多少时候了？主人道：还不多十里。庞呆道：我还赶得着否？皇明主人曰：
你这个人都叫你做旁呆，真真是个旁呆。你是活人，如何能去赶个死人？话有未了，只见旁呆将锄头柄拄在手中，顷刻立化，黄明主人。见此其事，叹道：33年不露风，手执锄头趁短工。闻得全家皆作画，一邻追赶画日中。旁古花甲有春风，全凭真强施其功。九鼎山前空无韵，回光须臾反照中。居士昔年有威风，立德超凡入圣宫。迢迢生息必找清，一轮秋光照水中。光指月，招呼玉骨有仙风。举止言端出奇功，谁知胸藏真消息。功夫如是不动中，父子母女是罕闻。坐立与画一般同，无上甚深为妙法。密着功夫见本宗，黄明从此一看破，也往深山用进功。家不宣黄明修隐，细说丹霞和尚从菩提寺点醒了49位罗汉之后，一个功行圆满。今日闻得庞氏全家升天，丹霞就邀同49位坐斋，报恩酬谢庞氏，同坐各圆满盛会。即正是丹霞若无招女隐，焉能引渡50尊？有缘同上龙华会，有分共登连9品。借名坐斋来报恩，邀众团圆共飞升。白云皑皑空中现，庞公庞婆显金身。矮本座左爱右云同意，一对兄妹分左右来迎罗汉众多僧。今日坐斋齐团圆，个个白日去飞升。送神本博凡火影，一道红光透天明。燕燕三妹来焚化，幻香即问不留踪。挽手共赴蟠桃宴，500罗汉齐相逢。不提当年旧方士，共结有缘有分人。清奉如来清法旨，三观皆招安慰分。550阿罗汉，不堕十禅归本真。不贪富贵旁居士，如今封你无一尊。红尘不染灵昭女，封你清净为妙尊。慈悲摄受不厌苦，庞婆封位解脱尊。庞呆封位调御师，受享极乐永无穷。五体投地齐谢佛，绕佛三匝念千声。卧云仙女天花散，的永金莲步步增。狮吼向明退法座，各登宝座还无声。庞公宝卷宣团圆，三会龙华院同登。上祝皇帝万万岁，后妃太子永长春。在堂善男并信女，持斋念佛要虔心。但看庞家都成佛，何不同做佛家人？果然虔诚照退会，许你莲台上品尝。家家
家。庞公宝卷中回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